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橙子，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历史课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喜欢宝宝记得点赞、转发、评论哦。说天道地论古今，卖词也需要创新。穿过中原到大漠，我今天上堂历史课。三国貂蝉和吕布，历史舞台大人物。吕布为他着了魔，勾结王允杀董卓。杀完董卓投袁术，胯下战马叫赤兔。杀敌斩将引无素啊，三英无法挡他路。要问三英哪几位？关羽、张飞和刘备。三人称兄又道弟呀，铸就桃园三结义。刘备又叫刘玄德，刺史要把江山夺。赵云也把他辅佐，三顾茅庐请诸葛。说完三国讲水浒，山东梁山雷战鼓。农民起义抢国土啊，拼命要为民做主。梁山宋江是大王，人称孝义黑三郎。策略指挥能力强啊，武术不是他擅长。二哥名字叫武松，练就一身好武功。人送外号叫行者呀，愿为兄弟把命舍。梁山好汉战方腊，敌纵我寡不惧怕。青丝都变成白发，他的美名传天下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拍在沙滩上。梁山一百单八将啊，我来把他们歪唱。喜欢宝宝记得点赞转发，谢谢你们。入云龙，公孙胜，买个手机叫 iPhone。 小李广是花荣，弹弓比赛他称雄。母夜叉要孙二娘，就爱欺负喜羊羊。青面兽是杨志，顿顿燕窝和鱼翅。花和尚鲁智深，带着链子开大奔。炎炎罗阮小七，成天成宿打飞机。小旋风那是才俊，坐着地铁玩微信。这个屌丝真给劲，那青龙白虎身上印。毒火星是孔亮，爱吃大葱蘸大酱。矮脚虎是王英，男的居然来月经。扑天雕那是李应，身上八十多种病，而且全都是恶性啊，随时都能要他命。神火将魏定国，为了金钱远全裸。跳剑虎是陈达，走私毒品抽大麻。九尾龟陶宗旺，身宽体阔非常胖。随时随地把屁放，那一浪高过另一浪。以上全都是历史，竖起你的大拇指。只要大家都喜欢，每天都会写一篇。小程昨天受了伤，了解主播不好当。谁都不要太嚣张啊，再来惹我就开枪。昨天梦中丢了魂，带上铁锹去阿坟。挖到牛鬼和神神那、啊、跪下叫我称大人。谁要再敢欺负他，他就把谁带回家。要是把那礼物刷呀，我们祝你把财发。谢谢大家，喜欢的宝宝记得点赞、转发、评论哦。